然后手动画面，手动画面的前者打开，前者打开，我们都会好的。OK， 然后支付模具上升，上升升高一点，积极好调一点。上升到一段插板进去，两边对齐，两边对平。两边对平。现在是记得做的，要慢慢考察了。那已经等了，就是说然后那边。这个盒子的口和那个下面，这个盒子的口和这个下面啊，下面要平衡，平衡看一下，挑平衡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往上升微调的这个车子画面，这个上升啊，看一下，这样差不多的情况下。这样差不多的情况下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好，我们可以设定上下折，这个位置按一下，按九点，下不来了啊，是不是下不来了？然后我再手动画面这个设定。左右，拉起来了。拉多少钱？再拿过来，两边对齐，两边对齐，再加一下。这个好，下来两三个毫米左右，哎呀，刚好三个毫米左右，啊，三个毫米左右，然后在这里定位，这是前者，中位定位啊，这是中位，这里怎么有个按久一点，按久一点。往下掉过来了啊，然后再往上升，这里师傅上升，他包进去几个毫米，你按照几个毫米才能上，就这样子已经可以包了。如果这里的包进去二十个毫米，你量二十个毫米也是二十个毫米，然后再一上来，针对这个纸打下来的时候竖起来的，但是那个模具开上去呢，插进去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。不要贴着模具，避开就行了。这样子，什么叫做中位？中位就是所谓的插板插进去的时候，模具盖下来，插板抽过来的反弹的时候，给模具已经压住了。给模具已经压住了，压住了就反弹，已经反弹不过来了。模具一压就折进去了。对吧？它仰过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开始工作。还有一个下来，手动画面啊，折路位置，压好了，固定起来。